对，说起来，这个，陈若琳是五金王，应该是这个中国运动员取得奥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。你是怎么，就是现在是怎么收藏你的这些金牌就是放在家里，的？会偶尔拿出来看看吗？也不太会，因为就是太多了，这是他说的，就太多了得找一找，就得找一找。所以在这些金牌里面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印象最深刻的？如果要是找一找的话，会第一个把它找出来的。就是08年的那一块金镶玉，对，因为那个又有金牌又有玉，就特别好看。